吹奶封胸，先落到升多一级就够。先落到日前在红磡出席封胸代言活动，本身穿着 DB 衫都已经见到佢逼到爆，之后佢仲突然剥正件 bikini 即场示范封胸，话自己一直都有 keep 住做。先落到你洗唔洗啊？升多一级就够噶啦，其实都唔贪心啊。如果唔系咧，都会攰噶嘛。如果太重嘅话。咁样左推右推，希望真係可以俾你推多一级出嚟对抗下地心吸力啦。但係升级之前，你有冇諗过你条腰係绑緊咗呢？係最近呢做拍咗好多飲食节目啦，我就唔明點解连成人台嘅 tap 啊，即係我想做嘉宾都係食㗎，一次过呢係食咗五款蟹囉，係唔同嘅蟹囉。咁样呢一排就好开心啦，好有口福，食好多，所以就肥咗少少啦。你有你封胸，又关 AD2 咩事啊？係有听佢哋讲话个雨云黑得滞嘛，想变拼，我即刻帮佢问咗老板娘啦，咁我可以帮佢哋变拼嘅。